在进攻方面要多参与一点，对，他可能就是要把球权还给阿瑶，身高优势往里面塞，要到 N1 进算加罚机会，虽然 Gilbert 还是第一时间没有把球接好，不过还是完成了这个 N1， 饼还是有吃下去硬是塞了回去，啊，没有吐出来，不要把他口中的饼拿走，就所以说要吃饼也不是这么容易的，对啊，